提升学子的学习成效，新北市教育局推出全国第一本 Bard AI 教育手册，以 Google 的生成式 AI Bard 为主题，提供教师从最基础的 AI 入门到亲师生的运用规划，还有课程设计等等功能，希望能够协助教师有效掌握 AI 的教学能力，用 AI 来帮助教育。对老师来说，他会多了一个助理，而且这个助理是万能的助理，但是助理不会去主导你要做什么事情，主导权还是在你老师身上。那呢，对我们学生来说呢，他多了一个助教，这个助教也不会帮你交作业，是作业还是让我们学生自己最后决定要交什么样的一个形态的作业。所以呢，对于知识的内容来说，恐怕借由这个工具，就会甚至是 AI 的工具，会让每一个老师跟每一个同学，容易站在一个平等的地方去发展。新北市教育局副局长欧仁豪表示，这次所发表的教育手册将 AI 科技学科内容还有教学经营这三者做全盘式的应用，日后将安排老师上课，这对老师而言在使用的 Bard 可以提升备课的效率，相对也成为学生另一个学习上的最佳助教。教育科还是会持续的跟所有的老师们去做教育训练，那训练就是我不仅会操作，透过这个手册操作，我还能够运用这个手册去把我的每一个孩子，他所专长的，他所有兴趣的，老师可以善用这么好的万能的一个助理的工作。教育局表示，因应世界趋势，113年将会诊辅导团创新教学的教案成果纳入手册，树立典范，让全国教师有所依循，期盼透过数位帮手协助创新的未来教育。记者黄佑贤，新北市报道。